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健身原创视频。提到严芳大姐，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，尤其是严芳大姐的迷宫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不过严芳大姐好像有对手了，下面是一位老外与一位中国大爷在街头切磋的场景，但是这个老外根本无法靠近大爷的身体，这难道是严芳大姐的师兄？看到这一幕，有网友夸赞这位中国大爷很厉害，武功了得，也有网友表示这简直是在糟蹋中国传统武术啊。不过在小编看来，这有可能是老外在逗他老丈人玩呢，你们怎么看？欢迎评论。